想要创啥？卖动爱咯，还佫有十分钟店就要开啊！我无想要因为你迟到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你佫有十分钟的时间就好啊。我不投资，就算连一分钟嘛嫌济。张仁心，你敢有需要出台遐尼管？我是甲你学的啊。张仁心，你用白用布已经够，即嘛是伫我的手头。是我伫欢的，我一无欢喜，就有可能回倒。安尼又该安怎？你即马是咧威胁我？我是咧提醒你，我对甲你抢大汉的股价已经是手下留情啊！你嘛唔知好歹，所以我敢爱感谢你，感谢你利用我补一顶股一刀，感谢你创一顶白骨的帽仔给我戴。感谢你，让我有机会甲过去切甲理理理。阿姨，我拢已经让你陪转泥欧啊，就算你即马甲一丁哥送我，我的玩偶嘛讨袂转来。而且即马一丁哥落伫你的手头，其实甲倒去嘛无甚物差别啊。你搁当作我系因为要跟一丁哥，搁受到你的牵制也是利用，你莫害命啊！我即马才知影，张子婷的天真无邪是残酒相。公文跟我说要向你送，你敢唔知影我来找你什么原因呢？相公，我唔知道，你唔是来找我回事嘞？讲我姿态高，今嘛是向家己的心理才会办啊，这敢是回事嘞态度？你今嘛在讲什么？你听无？嘛对啦，阿姨你是一个千金大小姐，应该从来唔捌甲人回过事嘞吧？不要紧，我教你。要回事嘞，第一就是爱和要顶头，卖记一个面手，讲话爱较白个嘞。我即马是咧问你，你怎知我来找你？因为子婷跟我讲的啊。我爸知影你利用我甲子婷，即马已经准备要甲你离婚啊。你为着维持你的家庭幸福圆满，所以这么傲娇的你。只好来找我陪罪啊，敢不是？所以呢，这表示讲我敢做敢当当啊。对啦，能屈能伸，阿姨你好棒棒。你是因为无人学落你，才专工找我来对无？那安尼，敢我替你拍破啊？今麦我敢会当离开啊？你到底想要创啥？开条件，只要你去找你的家良爸爸，讲你愿意原谅我，不管你开什么条件，我拢替你完成。讲到底，你还是要利用我来保掉你的婚姻，爱我开条件，好啊。那安尼，你甲一定够幸福过家的人，你敢做会到？你也不是不知影，甲一定够背落来，是恁家良爸爸的主意。既然你无阿都做主，那安尼就准拄煞。你要偌侪钱？还是讲你需要业绩？你即摆伫外口流浪，无依无靠，应该真需要钱。偌侪？我给你。就算你把规间店买落来，嘛甲我无关系。我即摆无想要甲你有任何的交缠，我嘛无可能继续给你利用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无可能会原谅你，无可能。阿婶嘞，你今仔日气色唔难喝呢，而且佫风光焕发，光彩耀眼。我相信，不管甚物人看到你，绝对让你变甲死死昏昏去哦。你今天吃了这个糖啊吼？今天啊，是讲查某人拢是女为悦己者咯。你独立白，甲今麦拢笑眯眯，
我想应该有啥物特别饭叫好。那有啥物特别的啊？就一般食饭尔。啊，好啦，你不用这里，我休困一下，我就来走。好，安尼我先来走。阿哥。早知影阿哥选这个时间来做 SPA， 我就跟你约好做来啊。是啊，啊你即摆衣带声势遮悬，你敢想要来我家做 SPA？ 阿哥，我知影你因为之前的代志，对我无啥欢喜。啊，不过我希望你莫误会我，我绝对毋是偷窥要针对万代。嗯，啊你甲张家良的目标，敢有可能敢若一定过遮尔单纯？就是遐尔单纯啊！我配合家良，这个郭志宏，甲郭志宏考试，甲伊顶个抢落来，拢是为着要完成家良愿望。我昨天毋是超过伊要伤害万代，阿哥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呢。是讲你若想要甲万代破洞嘛，无遮尔简单呐、啊。万代甲日本星空咖啡的合约，好加在高中今年有及时挂断来嘛，顺利签约。现在万代已经稳定下来了，如果我真的不知道我阿兄如果回来，你要怎么交代？我当然知道万代是我爸的心血，就算我跟爸冤家，就算我爸要跟我脱离别家关系，我也绝对不可能伤害他。有这个好心就好了。我看你面色嘛无介好，安怎？甲一丁哥嫁落来，同款无好过这趟个嫁性。啊，你哪安尼讲啊？你利用张家良个查某囝去甲一丁哥买落来，这等于着打着伊个底线啊，敢毋是？真正什么代志，拢瞒不过阿哥呢。来，先啉一杯茶。嗯，啊，即摆恁两个关系安怎？伊要跟我离婚，不管安怎求伊，就算我放下我的自尊，用伊回事嘞。我无得改变伊啥物，你即马总算知影你爸爸讲的话有道理啊！先安半暝啊爬起来哭，你即马怕什么安怎？要趁这机会，敢会等我你无？我不爱。我知你感觉我真戆，啊，不过我就是中意的多，我无得离开伊。而且这个代志。确实是我打着伊的底线，所以我伫咧想办法伫弥补。好啦，啊，既然你安尼讲，我无啥物话通讲。其实我今日来，只是想要找一个人讲我的心里话。我嘛希望阿哥，莫因为之前无欢喜，甲我疏远啊。不是所有的错误拢值得原谅，嘛不是所有的感情拢会当去回头。你家己的人生，你家己爱负责。无人法当代替你过生活，更较无可能所有人拢会当以你为主。我讲的话，你家己好好想看卖有道理无？好啦，那我先来走。我用啊，妈去陪伊龙跟爸爸吃饭。阿哥，你讲的是永世集团的王总裁。我听爸讲，你甲伊离婚以后就无交差啦，哪会雄雄讲要安排见面啊？世事都变化，总袂应该因为大人的恩恩怨怨，囡仔嘛对你失去爸爸来。肯定是误会啊啦，
所以是一种妥协，也是一种智慧。等你好好享受哦。自我把一定股提来以后，有机这个部分，咱就靠阮市场龙头，连万代嘛，甲咱袂比者，这是好的开始，嘛是咱成功的第一步。这张董的做生意啊，不只是高明啊，而且佫有远见。当初啊，我选甲你徛江平啊，果然无选唔对啊。你这人信任我，投资资金来以待，我当然袂当互你佮其他董事失望。迄个敢毋是永智集团的王三？听讲啊，就是你的经过地方。伊毋是伫欧洲讲生意，什么时阵倒来？你先去包厢，我去拍只照。王龙才，你好，我是赵家良，黄伟玲的红仔郭亮，你还会记得未？我会记啦。歹势，我即马有迄真要紧的代志要去处理啊。你看什么代志，你才跟我必须要。约好，我一定请你饮咖啡。到时阵。咱再开讲，好，安尼。